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的节操为您而调，只为您那销魂的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洛德为您带来的坦克视频解说，这来自于屌炸天啊，给我们带来的老虎炮地图是斯大林格勒标准模式，我们在上面的出生点位，哎，跳过毒鸟啊！哎呀，这也是个敞口菊花呀，我家菊花常打开，哎，想来你就来啊啊！这每边都是炮弹呀，然后人就这样坐在。万一啊，怎么说能坐七个人，感觉空间还算不是很狭窄啊。哎，我觉得妈的，为什么有的时候新闻里面看到有些毛子兵很胖啊，一些开飞机的呀、啊、那种什么，那些开、他是怎么把自己塞进飞机的？前段时间不是有个新闻，有个什么长官去视察一个坦克，他差点被卡住了嘛？啊，如果真的卡住，那怎么办嘛？你要把坦克切开，那个有点费劲的呀。不，关键不是说切不开，对不对？你想把它搞烂很容易，但是有个人在上面，你要注意他的安全啊，这个很蛋疼的、啊。好漂亮！我靠！找下一个目标。为什么那么准？对面的三突炮点点点。我擦，你是没人炸了吧？对呀、啊，刚才就只有你嘛。哎，我那个刚好路过，而且还是高速通过，被他给预判到了。这种。心里头好不爽啊！他我瞄的五九，哈哈，他不出来啊，然后就只有站你了是吧？哎，我这怎么遭得住？哎，你看一下前面那个中坦呀、啊，啊，他在外面打不到，这边跟你的安全息息相关啊，这边破了他们就搞你来了。啊靠！城镇多了是有点难对付的，觉得哎不对不对啊、哦！我要跑，我要跑，就不跑要出事。耶，地上有一门小炮。那边炮跟这个相比体型差距好大，我了个擦呀，好，五九这是想过来干嘛，但是他炮口在这边的呀，哎，他往前走了，哎呀缩圈，我靠，但是现在 又看不见他，五九估计又在跟后面打起来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，你动个毛！哎，当时打房子上了，所以城镇多了很烦的呀。管子上三个圈，猛猛猛猛猛，好猛啊！牛逼！哎，其实我觉得这个。插件显示战斗力啊，有好有坏，坏的就是大家都开始喷。其实不管什么游戏啊，不管哪个国家，有素质的玩家其实都是少数啊。这说真的，妈的哪个国家还不都是有流氓，对不对？都有那种死不要脸的，但是那种脏乱差的国家，搞不好也有很多很高尚的。但是这个哎，他就容易诱发这种事情。好的，漂亮，差一点。其实我觉得最好是这样，打完了显示，你自己可以事后看，当中不显示效率。这样他想喷没得喷呢，我靠！耶、yeah ！
刚才如果说能够一下炸两个就爽了、啊。这个是我们那边那个430，哎呀，跟吴九啪啪啪啪啪啪，但是杠铃要过来帮忙，哎呀，这个，啊，好，他没救了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救了。哎呀，烈火伯伯，你不要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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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盲井上好了，准备一二三，撸一发，撸。哦，爽，好，现在我们这边就剩下三个人，比他们多一个，哎，多一个哈，关键多个炮，这个又有眼又有炮，还有弹夹车，你慌不慌？你怕不怕？菊花后面50100已经来了哟。你怕不怕吗？啊，慌了是吧？这是541，你要么这边来搞，要么你去站呢、啊，看他怎么把你怎么办。啊 ，B 哥也很聪明，没硬来，因为这个时候明明已经占优了，你就不要去浪。妈的，我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。哎呦，打起来了！我靠，501死了！哎呀，541，你这个现在去站，炸死了！覆盖目标。好，也算是实打实的输出了一把，但现在他也很慌啊，这怎么搞嘛？好，干死他！没死，哎呦我靠，糟了，51慌，现在我们只能帮他看后面，因为现在我们猜了杠六很有可能会打算从后面来绕。可能会有这种现象产生。来呀！哎呀，我靠！你能不能靠谱一点？撸！啊！敌方坦克被击毁，寻找下一目标。我靠！不是老虎炮救你就跪了呀？他倒想跑来着，现在人家顶住他亮呢，怎么跑？不过还好，刚开始老虎炮给大家甩了一发，哎呦我操！这尼玛，我了个大操呀！这他妈怎么玩呢？要被50玩死怎么办？那我们只能在家防守啊。果然他来占领来了，这么说还是有机会的嘛。但是我们哎，这只能刺刀，一炮定生死啊。哦，他打我们可能得要两炮，没办法，你只有硬上啊，没人给你点灯。哎呀，大量红的绿了，缩圈，那他也虚的要死。好，出圈了，他出来了，左边，靠，人到底去哪了嘛？
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邮箱来联系到 QQ 邮箱是7678558@QQ.com，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